主要是你这个手没有前后手之讲，你手一抬就能发拳。然后呢，你一松又准备好，啊，一松了，它不是起靠的，那就是这一打我敲一下拉开你这一招，一拳就是要求就是你松下来，你打就松了，松了别二次发力，你就准备好。你要是发第二拳的时候，或者第三拳的时候，前两下都是准备的。如果每次发拳这一松，那个就要准备好，啊，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就不行。对，不是蛮干，不是说你在那打的气力啪啪的那个。